好的，来看看现在这边是GX Q1234456啊，在网吧给大伙打了这么一个陆逊和诸葛的双人下路四剑的一命啊，这个不能叫一命了，就是下路四剑的轮回。轮回的话呢，感觉好像听起来好像不太懂啊，就是轮回关卡，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啊，应该属于都是比较特殊的。轮回关卡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看起来感觉好像就是多玩了点，就你花了一个币，然后多玩了好长时间，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然后那个恭喜我狼。我狼每一次啊，这把还好，这把没录太长时间，就录了能有40秒，就突然意识到自己，我操，好像没开录像，然后幸亏大家伙提醒，然后开了一下录像啊，有点东西的啊。好了，可以看到，咱们观众啊，已经对我狼已经是真的仁至义尽了，对吧？又管这，又管那，还管提醒录像啊，还管那个提醒坠机啊，坠机啊，坠卡呀什么的啊。我觉得大伙儿也是看小狼直播真的是非常累，真的啊，挺累的。小狼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啊。好了，不扯这个事儿啊，因为毕竟呢，咱们双人的话呢，其实是单人操作。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啊，这个 TAS 作品呢，很多人说那 TAS 作品两个人是两个人操作的吗？其实告诉你啊，他就是一个人操作的。这个因为他们是逐帧操作，所以说无所谓。这个玩法呢，并没有像所谓的咱们那个比如说大家伙说的那个119，咱们看秒杀起来呢，咱们确实啊比较喜欢看，然后呢说这个 TAS 呢更帅一些。其实正常来讲呢，你会发现咱们风云再起呢，秒杀呢其实严格来讲也有的啊，也有这个秒杀的，只不过呢不是当成专业的玩法，它这个秒法也可以用升级暴击来秒，但是不专业，也不能选秒，所以说就放弃了。基本上咱们这个下路轮回四剑啊，轮回的话就比较赖了啊。轮回的话呢，其实正常打也有很多人在现场就能打出来，只不过打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是说他想打就能打啊，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好，来看看，基本上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操作起来呢都很方便，因为 TAS 逐帧操作的话呢，它这个空间很好。陆逊这个人本身就是打点呢节奏就好掌握，比如说你看他可以用这个下 A 来起手，或者说接招的时候再用下 A 来打，最后呢用一个 Z 字斩来结束，就是一个通俗的一个连招。而诸葛亮呢，在 TAS 操作之下，他前左转身 A 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的快，只不过风云里面你看这个速度，只不过风云里面的没有大伙想象中这个你这么连没有用啊，119这么连可以打这个，可以打气儿。好了，1234直接 Z 一攒前手 Z 一攒，好了，直接打出超级连，然后一个 G 的变，把这个彻底机直接给秒了啊，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我们看得出来啊，我们觉得吧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好像 TAS 呢好像就跟开挂似的，其实呢你们错了，开挂它除非是改你的攻击力了啊，那个呢太明显了，它如果说你要说正常的这个开什么加速挂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连招挂那都没有用，真正的 TAS 是要比挂要厉害的，知道吧，挂它玩不出这个 TAS 这种感觉来，这个非常屌的啊，这个不是速通。速通的话，他不可能会打到20多分钟啊。速通的话，应该是低于20分钟的。如果是 TAS 的话，当然我说的是如果是 TAS 的话，单人的话，你看咱们玩那个逐鹿中原，虽然说很变态，但是逐鹿中原也是这二十多分钟，咱们柱哥也是给了很多录像啊，那都不是 TAS 啊，那是盟主对吧？盟主也是，虽然说是超级大神，但是。毕竟不是 TAS， 你像这个风云版本的，虽然说原版呢没有那么变态，但是你 TAS 的话基本上就相当于零食物，而双人的话呢更是恶心了。这个 GXQ1234456 呢，它有个最狠的是三国战记119版本，119的米风云再起呢要多一关，它是119版本打的两个中等人物啊，就是没有魔张飞，它是选的诸葛和白黄，诸葛和白黄它打出了20几分钟啊，24分钟吧，25分钟我忘了啊，反正是非常的快。你想想119都能打那么快，你风云再起呢，对不对？风云再起那就更快了。好了，可以看了。很多人问 TAS 是什么，你百度搜一下就好了。其实呢 TAS 啊，就是哥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可以无限的从一个节点开始玩，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多维时空一样。对吧，你可以从头玩，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玩，你可以从5秒钟之前开始玩，你可以瞬间跳到10秒钟之前，甚至是20秒钟之前玩，
对吧？然后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控制时间，你可以让时间变到最慢啊，时间变到最慢。很多人说最慢就是停止时间，那个不算啊，那你停止了它就不能前进了，不是吗？啊，就是它就是按帧数玩，这个游戏最慢的就是一帧玩法，它就只有一个帧。这个帧数是什么意思？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就是你眼睛，你的眼睛啊。好了，先看这个秒 boss 啊，这个秒倒是谈不上秒，但是你看这个陆逊一套招多少血？你看这陆逊一套招多少血？这就是按照总血量的话，应该是打到半管了。一个道具起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Z 字攒前手 ，Z 字攒。好了，可以看到打剩一块血，一二，好的，单 A 打一个 Z 字攒。到后期啊，这个打这个伤害啊是非常高的，越往后连这个伤害越高。好的，可以看到，咱们看一下，你们肯定会发现小狼 ，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 00007啊，这个就是轮回，打着这个 boss， 然后直接轮回到这个洞里了。他是先选择走到这个马这个路里面，然后呢直接走到洞里。你这回你看到了吧？非常的屌啊！八月份做事业的话呢，所以说我告诉你，直播我不会放，只不过不会按照常规来做。我会这个，比如说我有什么新节目，我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伙展示一下，然后透露一下什么东西。当然需要大家伙帮忙。我无论出什么样的新作品呢，在前期都是需要一批，最起码你就像比人家零创，对吧？零投入创业，对吧？他们就是没有粉丝。你像我这有一点，咱们说完了啊，都这么多年了，大家伙也了解我。你帮一帮，冲一冲播放量，什么关注啊，或者弹幕啊，或者说留言呢？都是比那些就是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要简单的，所以说到时候希望大伙帮忙就好了啊。对呀，这次攒，这次斩啊，这个平卷舌，这个说的快了之后，有时候跟这个绕口令似的。这个斩嘛，就是唰唰唰，这个是陆逊这个伤害非常高的一个招式。好的，轮回呢，从第二关直接轮回。其实轮回还有很多种轮回，比如说你打那个张辽的时候也容易轮回。但是啊，就是其他版本。我记得那时候我打张辽轮回，我自己打出一个轮回的时候，给我吓逼了。我说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还有就是第二关能轮回到第一关的，能轮回到第一关那个关卡里的。好了，可以看到直接来到火箭洞，这是风云再起独特的火箭的门洞啊，并不是那个正常的门洞。然后出门是按照左方向出门，而不是从右方出门。这样的话呢，捡到一把剑，一把火箭啊，倚天剑，牛逼。然后再说 TAS 呢， TAS 就是刚才跟大伙解释了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就属于这种行为。好的，打了两次夏侯渊，刚才也是一套招打这么多血，下 A 起手，但是没打到这个夏侯渊。正常呢，刚才他是用道具来起手，这次打了一个转身斩十四连。你看这套连招就没有刚才那套血多，不过不要紧啊，我们看一下连续的锁，连续锁，连续锁，诸葛亮一个小箭头起手，然后还能打出无名火，看不看见？这还有无名火。好了，死完之后爆了，啊，这就爆了啊！这样的话呢，是两个人都升到了十级，然后呢打了两次夏侯渊，打了两次夏侯渊，然后通关了。这个就是轮回，把这个第二关的地图全打了。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是不是改版？这不是，这是 bug 吗？是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个人觉得这就是 bug。好的，这个陆逊举个石头感觉非常的喜感啊，特别逗。轮回是随机的还是自己能控制？按照其实我告诉你啊，事实上来讲呢，按照这个 bug 的来讲呢，它就是能控制的，只不过是不好控制啊。事实上就是它以内存这种东西，它不是按照百分比来实现的。比如说不像说是，比如说你抽个奖，对吧？它有多少个几率中奖，对吧？它不是按照这个来的。比如说你有50%的几率中奖，那你就是50%，对吧？但是这里面就是你肯定是触发了某一个内存，这个内存呢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溢出，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 bug， 这样的话它就会被爆出这个轮回的状态啊。轮回就是肯定是有规律的，而不是随机的。当然呢，在这里啊 ，TAS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 TAS 简单，那你们玩的话，我现在在这个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包括 B 站里面有很多的教程，教你怎么这个用这个模拟器。就是 TAS 不光是玩街机，不光是玩 FC，
它甚至现在有很多主机游戏都可以调用内存，比如说像什么求生之路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主机游戏你都可以，包括还有那个什么鬼泣，做起来呢不是很好做，但是就是告诉你们啊，就是你们不要以为 TAS 很简单的，你像这个你像玩那个119的秒杀，你说 TAS 简单你觉得你也行，事实上你不是有没有这个手法的问题，手法呢你可以练，因为你毕竟啊速度很慢对吧，你速度慢你可以好掌握，你无论你照一葫芦画瓢都可以，但是呢你秒杀的这个套路，比如说你秒杀的这个方案你就必须得学，你知道什么是四招一式，知道什么是这个临界追地，知道什么是这个什么什么六四幺不是什么的啊，二四幺A前前 A 这种特殊的前前 A， 它可以打满追地的四招一式的。你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诸葛亮秒失一，119诸葛亮单秒失一，很多地方都是用到了这个技巧，否则诸葛亮在人脑的情况下他最多能秒四，有了兵剑最多能秒五，那 TAS 的话就能秒失一，你想想这个多变态对不对。好了，我们看看现在马上是梦幽1234123，当然呢你要是问我，其实我在这个我操，这个梦幽直接就给秒了啊！其实我对于这个三国战记的了解呢没有这些高手强，我也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点像这个鹦鹉学舌一样，尤其是风云再起版本啊，这个版本其实是我最不了解的，说难听点是不会玩，连玩都不会玩啊，只不过呢还好，不是那么菜啊，不是在理论上来讲呢这个能了解，最起码算是100分的话我能达到59分吧啊，将近及格吧啊。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啊加上追地，这个先秒掉梦幽，然后呢把这个曹彰给秒掉，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啊陆逊这个人啊确实很变态，然后第三关就过了，他走这个路线的话呢第三关之后他这个路线啊就不一样了。诸葛亮秒失一的视频有啊，当然有了，你看打死这个按理说应该是打死张辽你才会看到这个是不是，但是你这边呢打死双 boss 就有了，前前一顿挫。小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单挑谁能打过诸葛亮啊，诸葛亮有火箭谁能打过他，事实证明啊真的打不过啊。好，看看我打我自己，陆逊打陆逊，哎呦我这个膏药贴完之后火辣辣的，今天我是贴了第三剂膏药了啊。好，可以看到基本上不会走一些小地图了。说速通嘛，轮回肯定就跟速通没关系了啊，但是呢他现在就是走这个路线呢明显是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啊就该人打了。咱们正常来讲呢是要走这个四剑的，兄弟们，什么叫四剑，现在诸葛亮你看到他只有一个火箭是吧，但是他兵剑在哪呢，很多人说兵剑不没有了吗，其实兵剑啊这个是吧啊这个冰剑有啊，已经哎，冰剑已经捡过了，说错了啊，冰剑已经捡过了。然后马上是那个电剑和这个爆焰剑，很多人说爆焰剑，这个爆剑和冰剑能同时捡吗？爆剑和冰剑能同时捡吗？在这个119里面不能同时捡啊。好了，这个刚才说瓢了啊，刚才直接嘴说瓢了，神仙石，直接一砸。好，来看看这个，哎呦这诸葛亮，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天，这这么打，哎你没发现这么打不长气儿啊，这么打不长气儿，这个真的是很恶心。都不用道具就可以把这些全秒掉啊。好的，刚说完这个水兵得秒了，一个雷就秒掉，炸花，好的，还炸出了火焰的效果。来看看这个 boss 啊，怎么出？小金猪起手，一二三四，转身一二啊！你看他那个第二 A 的速度，15连，他那第二 A 的那个速度，你看不看见？防一下，一个小金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下撩起来15连。boss 杀手果然名不虚传，直接起手不用道具，没死！哎我的天！好像一个金猪打完应该就能死啊，直接诸葛亮一个后黑吹死了，这个真的过分了啊，就是一个后黑吹死了。
好，我们看看，才过了啊，才过了14分钟就到了这个地图上。然后这个吕布死了之后，哎，吕布死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个咱们的等待的时间非常的长，其实是因为他们捡的东西太慢了啊。那魔章陆续不是魔章飞是有气管的，你不是119，现在他们玩的逐鹿中原是有气管的。我操，这是伪连，这是伪连啊，兄弟们！一套招直接秒掉伪连，我的天！直接给 boss 秒了，我操！好的，你这么不要脸的呀，我的天！你玩个风云再起，你，大哥，你呀，我这妈的，这是破招，不是伪连，怎么叫破招啊？这个是给我讲一讲什么叫破招啊，对吧？我这个有点懵的。他这个卡输你就卡呗，你卡两个火干啥呀，过分了。不是，谁能给我讲解一下什么叫破招啊？破招我能理解啊，字面上的意思我能理解，就说白了这个不是连招呗。啊，双兵破41，好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但是，就是看得出来你狼就是不懂啊，明显就是你狼就是菜逼啊，这个就看得出来啊，弱逼一个，嗯。这个封印再起这个版本，看来这要比119还要再多了很多新花样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不愿意播这个119，因为不愿意播这个封印再起。因为播这个风云再起，你会发现一播啊，就显现出来你狼人是锤子啊，微微有点锤。打第二优先破哦，刚才身上有那个兵是吧？他兵是跟那个 boss 在一块重置了。好了，这个是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正常的话119也能出现这种效果，但是他那个就是伪连了啊。这个看起来，如果说真的不知道的话，还真的是有点丧的啊。这个确实是。三哥你控制。好，我们看看，这就是好了，四件了吧，诸葛亮已经冒光了啊，诸葛亮这就冒光了，相当的牛逼啊。其实不过呢，我这个解说的效果可以变成这样的，就比如说我就大伙知道那种美女主播吧，就是美女，就是解说那个职业联赛有一个美女主播，哇，哎呀，还可以这么玩是吧，啊，就这种啊，就是小白一个那种，就是上来卖萌的那种小狼上来卖萌的那种感觉啊。好了，四箭之后看看诸葛亮的伤害，我们看一下小箭头起手拖拖，我操，这个我是知道的啊，他是利用这个最后呢换箭完之后呢前锁锁，他这个爆箭啊对于孟获的伤害就不用多说了，实在是太变态了，一个火箭，一个电箭，普通箭要换冰箭啊，一个毒。好了啊，他转身看一下，转身 A 那个兵了，我操！你看哦，就是这么回事，他转身 A 兵了，看一下，我的发，一个毒。好了，这个没接上，因为后面没有兵了，是吧？再打1234，一个转圈，前手，我操！这就是封印再起吗？这就是封印再起吗？啊，狼哥 out 了，真的啊，太挫了。这个在实战当中，我觉得好像是不太好整吧。实战当中，这个基本上我感觉是可以扔了，真的啊。刚才那个黄盖，我觉得都已经傻了，什么情况？好了，你看又是有个小兵。
你看，一套招打了半管血，这套招肯定打不死，因为没有兵人在后面了啊。有没有小游戏？什么小游戏啊？我不知道什么小游戏的啊。好了，看看，把该捡的东西捡完了之后，直接就走啊，完全不考虑这些人的感受，一顿捅，直接捅死。诸葛亮这剑神啊，诸葛剑神，四剑了之后本身伤害就高，然后再打最后一式是吧？啊，好，魏延要死。可以打出20招一式都可以，那就有小兵刷就可以无限 A， 这个确实有点赖啊。除了三国啥都行，好，我一会儿找一找，一会儿我找一下啊。不是，除了三国啥都行，是除了三国战记还是除了三国啥都行？就千万别三国了，是吧？啊，好了，一个炸花，超窜。你看这个电剑啊，你看这伤害，一个夺，一二三转身，一二三四刷刷直接死了两下啊，两套直接秒掉。有属性剑加四剑之后，这个诸葛亮感觉有点不要个逼脸的样子，一点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的，是可以啊。天剑，干将剑，天剑。好了，我们看看一会儿这边啊，正常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最后的一个图的 boss 呢，我也只能祝他们好运了啊，因为这个 task 不就是零失误操作，没有失误的情况下你只能看得秀，所以说无论你是什么算无一策呀，还是什么宁叫我负天下人呢，还是什么狼顾虎视之相啊，什么都玩白扯。好了，刚才他放了一个援军令，然后变成小动物，什么情况？好了，变成了一只龟。我操，死的太惨了啊！这个真的是死的很惨。哎，咱们看这个陆逊拿的这把剑啊，这个剑的名字叫细雨。你看，这是一把软剑，这个弹性非常的 Q 弹，这个确实非常的 Q 弹啊。这个剑的名字叫细雨。好，看看这曹操，这长得像张飞，这个就是张飞嘛，这哪是曹操啊，这。好的，又来了，有小兵，诸葛亮还帮捅，你看这点就赖了，小兵不上来了，又来了，喂，说啊，哥，妈，啊，不是，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啊，不是兄弟，我等会儿，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曹操，我操，他这个，哦，好的，一个标，你看啊，兵刷出来了，转身 A 了，你看，这兵想要攻击陆逊的时候，诸葛亮还帮着捅一下，你看多赖，你说啊？好了，又有小兵，你看小兵又帮忙了，然后直接接张灵剑了，三个张灵剑。哎呦我，怎么说呢啊？这太赖了，这个真的是有点东西啊！啊，这个 GXQ 12345呢，打了一个 TAS 版的《三国战记：风云再起》，陆逊、诸葛亮下路轮回四剑的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呢，中途都是非常的秀，然后也让小狼知道了啊，什么叫做这个破招啊，就利用小兵来打这个四招一式来重置。事实上呢，确实啊，这个曹操死的前所未有的惨。那按照这个路子来讲，那这就是秒杀了，这就是秒杀了，这个 boss 是无法反抗的。牛逼，牛逼，牛逼！曹操退群了，这个确实啊，
这他妈的真的是不要个逼脸了。我说为什么这家 QQ 大神啊一直推荐我，他说虽然说我是在网吧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视频，但是我建议我狼你去做一下啊，确实牛逼的啊，太狠太狠。陆逊，然后这边显诸葛，是不是？啊，哎，怎么个情况？